学生们整齐地比划手语，慈济大学附中妙手生华手语比赛，凝聚学生的向心力，也传递慈济人文的真善美。表演让我们班级更团结，然后让我们向心力更具足。 一句句的歌词深入人心，同学也反省自己要更孝顺父母。在这首歌里，我感觉到像是爸妈的恩德，那让我想到他们其实年纪也大了，那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个时光。除了演绎，学生也发挥创意，加入不同元素，让大家更融入歌曲情境。 大家就是手牵手，然后跳一段很像就是原住民的舞蹈。那个时候大家就是很尽情，然后很开心在舞台上面呈现，然后我自己也觉得很满足。透过手语比赛，让慈济的人文精神升值孩子们的心中，也传递更多爱的能量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陈坑木花莲报道。